吃了，我要吃苹果冰，苹果口味。你要吃一口吗？我闭着。弟弟要拿上面点，不然断开了。对，上面要扶好。姐姐，苹果口味的好吃吗？是饼干吗？对，那是饼干。我想吃姐姐的。哇，好好吃。嗯，苹果口味的很好吃。弟弟，你先吃那个牛奶啦，你先吃饼干了。来，我要吃冰淇淋。我要吃冰淇淋。我没有吃你的。我想要吃白加雪雪。哇，加雪雪很好看呢。在地上不要拿，因为这个也很脏。很好吃啊，我觉得苹果比较好吃。来，我来拍照一下。哦，我再拍一张。好，弟弟到你了，我要吃。对，长岛。给我，好吃吗？打我啦！跟姐姐交换，姐姐这里你吃一口，你吃一口啦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口味。而且呢，而且你已经给我吃了，好不好吃？这是苹果口味，那你要跟姐姐交换吗？不要。姐姐这个饼干是完整的，你的饼干是烂的。要不要交换？要。拿上面一点了。